兔子姐姐拿来了很多风筝，做成了一架风筝火箭。啊，噔噔！兔子姐姐穿上风筝火箭，准备起飞。飞翔的感觉可真好呀！卡诺斯星球的天空也太美了吧！马上就要到月亮了。哦，糟糕，风筝的线还不够长呢。有了，兔子姐姐用泡泡水网出了一个大泡泡，罩在自己的身上。哇，这是一个火箭泡泡，火箭泡泡飞了起来。哇哈哈！哦，突然间飞来了一只鸟。鸟把泡泡啄破了。有了，兔子姐姐搬来了一个大鞭炮，系上了安全带，点火，鞭炮起飞。哇哦！鞭炮在空中炸开了花，兔子姐姐坐着降落伞回到地面。她又有什么好办法呢？啊！原来想要造出很棒的火箭，就要看很多很多的书。小朋友们，快给兔子姐姐加油吧！兔子姐姐用科技和知识造了一艘很漂亮的火箭。哈哈，这才是真正的火箭。兔子姐姐走进火箭，火箭把兔子姐姐带上了月球。哇，拜拜，请看下一集。